我们尊敬的老主席苏州同志，今年进党刚刚41周年。我们的苏州籍的议员嘉良同志，在场所有的市议员、村长、村委会成员、社青团副理事，所有的安顺我县的家人，大家晚上好。好。一年一度又到了团圆饭的时候，小弟呢特别感激大家，过去365天风雨不改的在我们安顺选区努力的耕耘，为党为民为国争光，有你们是我们安顺火箭最大的光荣和荣幸，感恩有大家，谢谢。安顺行动党在10多年前，就好像刚才嘉良讲的，一盘散沙。人家讲人见人爱，车见车载。当时安顺火箭啊，这边几个在这边有份的都讲得很清楚，当时是人见人怕，讲到要来安顺，哎，不要搞我啊，那个时候。但是今天我们很感到庆幸，我们当年那些元老留下来的都是经得起考验，而且是真正爱党，对党有感情，愿意站出来跟党一起并肩作战的，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风雨不改，好，一起的并肩作战。我们经历了最低潮的时候，经历了最困难的时候，今天华人有一句话说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终于安顺火箭团队，我相信今天你站出去，无论是党内党外，你都可以很大声很光荣地告诉大家，我是安顺行动党的党员。小弟从政26年，我有不少的政治秘书，小弟第一个政治秘书是现在的这个行政议员郑柏林，后来又有现在金宝的国会议员安顺人张泽民，另外一个政治秘书也是大家熟悉的郑传密，那么呢到后来最年轻的就是大家熟悉的吴嘉良。我可以说我的几个政治秘书都是人才，但是表现最杰出的人才是嘉良同志。他的表现不以年龄，但是他要改善体重有一点失控，并且在新的一年里面立定志向开始减肥。你好，他就有资格成为西安党潮。当然我们不以年龄体重来评断一个人，我们以工作表现，的确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，嘉良同志虽然年纪轻，但是他对党的立场理念的掌握，工作的效率和凝聚团队的能力等等，都是非常难得的人才。所以霹雳州社青团他做团长是实至名归啊！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嘉良也能够继续为安顺争光，甚至于成为全国社青团总团长。那因为我们选贤与能，任人唯才，行动党我们要人才，我们不要木材，更加不要废材。社会都是党内的中间精英分子，我们现在成立政府虽然短短一年，可是大局刚定，国家元气大伤，但是在我们这过去的一年里面，我们一路秉承着几个重要的原则，就是第一，说人民的话；第二，做人民的事。大家
今天晚上我讲什么你都可以忘记了，但是有半个字你一定要记得，就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。我们光荣的进党，将来也要光荣的退休，这就对得起我们没有浪费我们一生我们的岁月。今天我们执政，就好像嘉良说，肯定你会面对方方面面的诱惑，甚至也有人会跟你说偷工减料、抽用八仙等等，这些都不是行动党的文化。所谓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你可以通过你的管道认识人，用尽光明正大的做生意，但是千千万万不要从工程里面去抽水，一旦被发现。刚才嘉良已经提出一个同志的例子，他现在是后悔终生，一事铸成千古恨，回头已是百年生。我必须告诉大家，小弟在内阁开会，这个首相是跟别人不一样的，他讲打贪，他真的是打贪，而且他现在已经不管什么身份地位年资，30年前的账也来跟你算。所以我相信很快的，那个99岁的、100岁的，很快呢都会进去里面唱《友谊万岁》。周润发演的戏，其中玛利亚唱的歌最出名的叫什么？友谊之光。所以今天是一个团圆饭，吃团圆饭有两个意义，第一感恩大家，谢谢我们团队过去一年来的辛劳和慰劳，第二吃团圆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，就是深刻反省，不是反省别人，是反省自己，反省自己，看看到底我们有做的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的，这个对一个党对一个家庭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。如果我们吃团圆饭或者年终岁月的时候从来不懂得反省自己，反而还是一样的话，给人说西北傲练啊，广东人讲的 LCLY， 搞不好你还认识。马华的今天的堕落，就是过去60年来从来不知道好好去反省，这是一个反面教材。行动党要长青永在，要赢得人民的尊敬和尊重，这其实都是靠大家。你要永远记得，一支火箭终身火箭，就好像我们的陈苏州主席这样，30岁是火箭，今年76岁还是火箭，对不对？身为火箭人，死为火箭魂。将来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们来看我的时候，棺材那边也能够用火箭的旗来盖。但是如果你不是光荣退休的，你以为每个人都有这个荣誉吗？如果就好像我们一些背叛党的总员，他写了白金无写了，还有个放党旗，这是一告没有，这只是提醒大家。我们就刚才我说我今晚讲什么你们都可以不用记得，但是要永远记得莫忘初心方得始终。做一样事情做人都一样，人家讲有始有终有头有尾。所以呢，当这过年的时候，当我们团聚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彼此鼓励，彼此反省，我们的团队过去一年做得不错，我在布特拉加亚也听到不少好的口碑，但是我也有听到一点点不是这么令人感到开心的事，已经开始有腐败的因子存到里面，我都知道啊。这些我希望大家应该收手的时候要懂得收啊，这些我们千万不要
因为安顺团队现在是在全霹雳各地，很多人都很羡慕的团队。尤其今年我刚才回到来，看到这么多年来，啊，安顺我相信100年来从来没有挂过这么多的红灯笼。今年是整个安顺100年来最漂亮的新春装饰，都是你们的功劳。到星光码头，再到等下我们要亮灯的上海滩海河滨公园，这些都是新的景点，也是我们一步一步一脚印做出来的。当然有些工程还是不未尽善尽美，但是去年是一个开始，今年会有更多的这一个民生工程在安顺继续落实，继续提升。我们需要大家彼此鼓励，彼此守望，彼此相助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，啊，所以呢，当然这一次很庆幸的，首相派小弟来掌管这个防务地方政府部，我们所有的民生几乎都是这个部门所管的，我们管防务，管地方政府，路平灯亮，水沟通。公厕干净，民安好，是我们的口号，而我们也会继续的加大力度去落实。去年我们创下了不少成绩，我们的表现绝对对得起霹雳州的人民，尤其是华社。我们独中制度化拨款，今天早上嘉良领航再创辉煌，是全马来西亚第一个最快给独中拨款的州属。今天早上进行移交仪式，昨天晚上180万已经线上过站，这个就是火箭的效率。第二，去年霹雳州新村获得的拨款是1957年国家独立以来最多的，霹雳州新村获得的拨款差不多高达3000万，哎。3000万，从来马华做这个部门的部长60年，霹雳州新村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的这个拨款，所以今年你可以看到我在村长的群组里面跟大家分享，我们新村一个比一个漂亮，一个比一个装饰越来越有创意，望里望的现在还双龙出海，哦，哲人新村的还什么幸福灯展，一大堆都有很多新的点子。这些就是，所以安顺肯定也是其中一个。昨天跟今天的新州的大霹雳就把在城就帮我们报道，把整个安顺，形容到美轮美奂。这个其实是一个开始，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说，未来10年，我们在全国落实50000项的工程，1年5000项，2届10年50000项，大家想象一下都爽。到时候真的是家门前路平灯亮水沟通，去到以后厕所不是 BMW 就是 smart toilet， 这一些都要大家的配合，而我有信心凭着大家彼此的努力，这个团队会越来越强大。我们也鼓励大家吸引更多身边尤其是年轻的你们的这个亲戚朋友，过年的时候记得广招他们加入行动党，壮大行动党，让我这个政治力量越来越强大，成为马来西亚各族人民的首选，最明智的选择。所以呢，今天嘉良和小弟准备了粗茶淡饭，当然也准备一些年干小小的敬意，小小心意，哦，不成敬意，哦，但感谢大家过去的付出，我们觉得这是非言语能够形容的，啊，你们在背后就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，他在怡保，我在布拉加亚，我们就是大家的指路明灯，你们就是我们的码头，啊，都带领成为两个配合，我们才能够越走越远。我时常还有一句话要讲，一个人走得快，一群人
走得远，你要走得快，你一个人走；你要走得远，就必须一群人，一个团队。所以安顺行动党，今年我们对大家期望很深，因为今年已经进入执政第二年，我们要让我们的表现一年比一年好，一年比一年更加出色，才能够真正做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来鼓励在场的所有的同志。所以在即将来临的新年，我们就用这几句话再次的感恩大家，祝大家你们龙年行大运，龙马精神，龙腾虎跃，身体健康，阖家安康。感谢大家。